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llie， 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 Eco Sanctuary 绿色堡垒。这里位于我们吉隆坡国际机场只有区区的20分钟，还有我们的吉隆坡市中心只有40分钟的车程就来到这里。在这个新发展的区域里面，有我们的国际学校、商业中心，还有我们这个24小时的医疗服务。发展商 Eco World 为我们繁忙的都市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度假风和绿化的生活环境。在这个发展里面，有占地面积308英亩。让我来带大家看看这里的社区和户型。分享就到这里啦，记得关注、点赞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